你觉得我们团队的感情算好吗？算好啊，算好。是了解大家的吗？不是。你回答太快了吧？那你知道我们今天是要玩团魂考验吗？我就一直想说，这个选的人为什么会有我？你觉得我们团队感情算好吗？好啊，但也蛮多圈圈。没有。要讲实话吗？没有。你觉得我们团队有团魂吗？刚刚前面的人都是老实说的吗？前面都蛮老实的。我觉得不错。你觉得？语速有点问题。那你觉得你自己有了解他们吗？我自己有没有了解他们哦？这是一个好问题哦。Rio 是很喜欢跟大家相处，没错。可是他有时候会以他自己的刻板印象，深植他自己的心中了，然后他就会很惊讶，大惊小怪。真的？我不知道，他有一点反社会人格。觉得你们里面六个，谁会是今天最了解大家的人？会不会是我？你？我觉得可能会是企划吧，因为企划要对很多人。那大叔跟 Rio， 哇，大叔感觉心思最细腻，然后 Royce 感觉也蛮会观察人。我们大家有说不出口的心里话的时候，他是一个我们的港口。大家都觉得你会是今天在团魂考验里面表现最好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你很会观察大家。你知道今天来挑战的人有谁吗？我知道有 Rio， 有大叔 Zona 嘛，朱伟，有 YY， 然后我。只有你讲得出来。他们十位可是都没有在看。你觉得谁会是今天分数最低的人？吴志胜吗？哎、欸，我是以直男式的 思考去想他这个人。谁会是得分最低的人？ Rio 吗？我不知道，我自己第六感。我其实觉得要么是我。好，我觉得我了。所以没团魂哦，哇，我觉得可能是 YY 吧，因为 YY 比较晚进来。我觉得 YY 的判断力也蛮常出错，出 trouble。那如果今天的团魂就这样灭了，你有什么想要对大家说的话？可能就解散吧。灭就灭呗，大家上班好同事，下班不认识嘛。只要在荧幕上面表现得好就好了。大家也都是大人，就一份工作嘛。这一天早该来，至少我们曾经拥有过。好紧张哟，学像哟。收看今天的不现实动态，为什么会有今天的这个企划呢？因为大家都说 D 卡成员感情很好，所以今天的企划团魂的考验就是来考验看看这个传说到底是不是真的。那我们欢迎我们的六位挑战者。团魂的考验总共分成三个关卡，每一关都考验着成员们对彼此的熟悉程度。到底各位伙伴有没有在关心同事呢？真感情还是假感情？今天的影片见真章。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第一关，叫做你真的懂我吗？不要摸吗？我等我妈可以吗？等我摸比较可爱。那我想问一个问题，赢了有什么好处？赢了就是很荣誉。OK， 谢谢。可以跟米教官独处这样。那先不用啊、哦，先不用。这一关是考验大家对彼此的了解程度。等一下会有12个题目。有两题都是跟自己有关的。那我念完题目之后会有 A 跟 B， 然后会数3、2、1，吹哨的时候你们就要跳。如果吹哨的时候没有跳的话，直接不计分。刚有人想问一下，扣分会怎么样？对，输怎么样？对，输有惩罚。有一个小小的惩罚。所以还是有胜负欲。年终充公，那会玩到翻脸了。第一题是大叔题。大叔。今天是大叔的生日，大家一起约了唱歌的局。没想到服务生都已经买单完了，大家却还没有端上蛋糕。这个时候大叔会 A 开玩笑说别闹咯， B 装没事不敢说话。好，来3秒钟思考。等一下哦，等一下，好难哦。3、2，哎呦，还是有在了解。我是不可能会讲的，大叔不可能会讲，他不敢预期大家会帮他过生日。没错，我觉得他神奇会讲。但是我就是想选这一题，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
我会讲的是他没有办法实践的那个自己。我可能在寻机上偶尔会讲，对，我可能会发一边串串打说，人生本来就不应该期待些什么。Royce 提示 ，Royce 在某次的聊天当中意外得知大家会一起玩阿瓦隆。哦、oh. ，平常没有特别喜欢玩桌游的他，对于这件事情的走心程度是 A 20%， B 70%。用数字来量，哇，这是数字题耶，其实这题有点难哦。三、二、一。其实我都默默的看着他在流泪。其实我会介意，我真的会介意。就是有人私约什么就没关系，可是我跟你一样，大团我也会想要参加。你们之前打羽毛球，我也会想参加。我以为我很了解你，就是应该是说，我会觉得想说，如果有人问我一声，我觉得更好。我觉得你们应该也懂这种感觉，是哎、欸，今天要一起来玩吗？主办单位，没理，我有点玩不下去了，我有点玩不下去了，没事，没事，没事，我有点玩不下去了，第三题哦，主委题，吴志胜在路上看到超哥正在打 Toys， 吴志胜站的位置有一半的几率会被超哥看到，如果他看到也会被打，这时候他会拿起手机来拍吗？ A 有危险也要拍， B 怕死不会拍。等一下，超哥手上有没有拿道具？没有，就全是新闻的量。三就在那边怎么样？不是，如果今天是有家人、朋友、嗯、小妍，就是三，就是这三个在我旁边的话，我一定就说你们开心就好。但如果今天是一个人的话，如果今天旁边是 Leo， Leo 会说志胜赶快拍，志胜快点快点去前面跳舞，去超哥前面跳舞，快点快点，记得 take 我，记得这样。他会说他会说协作，志胜遇到超哥在打架，他们可能会被打到，志胜会选 A 还是 B？对吧。还有第四题是左纳题，今天晚上 Zona 回家的时候看到九桃大便在他的床上。九桃什么？九桃是他的猫。你连这都不知道，你这是团没有见成石头啊。隔天回家，王子他的狗又大便在他的床上，请问 Zona 会在哪一天大发雷霆？ A 是今天晚上， B 是明天晚上。为什么？我懂你，我懂你。通常这种状况 ，Zona 看到那头屎后，他一定会先拍那头屎，然后再拍一个这样，然后下一秒发圈。你能想象一只猫拉屎在你床上的心情吗？王子的话你比较还好，对对吧？猫猫因为他爱狗狗啊，狗狗跟他很久啊，他每次都会发我骂他的猫。猫猫也狗狗都没有被骂，狗狗是疼爱溺爱，我其实是都爱的，但是猫我会比较生气，对，而且我的猫是会报复的，它会对我大便就肯定是要报复我某件事情。第五题是 YY 题 ，YY 近期正在学习一支舞蹈，并且精心打扮拍了一支 cover 的影片，请问 YY 学的这支舞蹈歌曲是 A 是 IVE 的 I Am， 完了 B 是 IVE 的 Baddy。 那来一个小提示，我播个音乐大家听 A 选项。我要跳飞机哦。哇，另外一首我不会。 Baddy你的 Baddy Baddy Baddy。好，来吧，来，三二，你们在干嘛？在跳飞机？你们两手都听歪歪。对啊，而且其实我有看到那个限动哦。怎么会？我看错别人了，看错别人。那没帮到，没关系，反正答案是 A。无所谓啦，无所谓啦。第六题 ，Real 题。Rio 在圣诞节这天跟喜欢的女生第一次约会，他会选择哪一件外套预约？来 ，A 是咖啡色大衣，这跟好兄弟有屁关系 ？B 是牛仔，超明显，超明显。志胜，我懂你的。那你如果跳错了，你把这两件都买下。哎，跳错了，比邻之锤。等下 Rio 就这样，砰砰砰。好，来吧。好。一定是这个啦！我连他下半身穿牛仔裤我都知道。哎，白色 Air Force 配牛仔裤啦。其实说真的，
这很有点太不实穿了，这个有点太正式了。我觉得，所以在这种典礼上，你这个是不是会出席场合参加一些典礼？对，其实女生都选这边，可能是女生觉得这边比较好看。那可能是我不懂女生吧？不好意思，请问这位是？但是我像是满贯王哦，你两边都可以，你两边都可以。那我们来宣布我们第一关的分数哦。哇，我应该不高哎，完蛋了。我们 Real 是五分。大叔是6分、oh. ，Royce 是8分、wow. ，YY 是6分，哦、oh. ，智胜是7分 ，Zona 是6分。OK， 好，那我们现在进行下一关。那我们刚才来到我们第二关，叫做我都有在看。这一关呢是考验大家对彼此的关心，还有熟识的程度。那大家请你们六位挑战者呢，根据5张照片，还有5个实体的物品。判断这个东西是属于哪一个成员的？那每一题呢有20秒作答时间，听到哨声立即翻板，没有写完答案就算没有分数哦。可是有些人笔画很多哎。好，名字一定要写完好了，不然他会有争议。你拼错没关系吧？感觉作为 Andrew 就是不会拼 A N D， 不会拼错。传闻是别人在考传闻来跟我拼错。来哟，第一题是哪一个成员的手臂？我靠，这个是手臂哦。手臂吗？可以可以。3、2。只有 YY 没有打带，就是 Leo 的手。耶！打带，我刚才是要打带，打带，打带，我都有在听。是他手吗？没有，因为你认真看，其实我每个人手都不是这样。对啦，是有对啊，有量有量。有啊，来第二题，来，这是谁的耳朵？3、2，应该错了。这还在吗？好，恭喜，这是 Evan 的。我想讲一下，其实 Evan 的这个汗毛其实算是比较多。你为什么？你为什么站在那边？所以他的鬓角的汗毛会看到那一句啊。但是我刚刚有在疑惑的点，是因为 Evan 他平常不会把头发这样子弄下来，他很少这样子，他很少这样。对。下一题，第三题，这是谁的眼？我靠！我觉得应该是他。这个手指超明显。3、2、1。那个男的手指。那怪异不行。不是，我错后面，我来后面。啊，那些后面这题没有分数。对啊，是你。还有就是 Jim 的手，我没得分，所以没有人得分。我刚刚我有闪过去，我刚想写 Rio 的名字。好，拜拜，出场。出去，没有东西。好，这是草一的吧？来哦，第四题。我连他本人都不知道。来，这是谁的眉毛？超明显。哎，超明显。啊，应该是这个了，应该是这个。啊，错了，我知道，魔鬼女教头，魔鬼女教头，谁？慢慢的，没有，我答对了，对，大叔刚刚也打错，哦，是哦，我也以为是中脑，大叔应该很有把握，哎，而且中脑长出眉毛，图片题最后一题了，来，第五题，这是谁的鞋子？啊？谁？哎，我看过这个，我也看过，哎，3、2，我用猜的，1，啊，是顾敏的老板，智胜。是顾敏的吧？我的鞋，我真的很前卫。我最后才想到。喂，我想说，你有错海边，我居然是认你的裤子。没有，我是认脚踝。好色哦！那我们刚看图片，有可能会有一些争议嘛？就觉得照片不清楚，所以我们现在来看是实体的物品，还可以拿哦。可以，可以闻吗？等一下，可以闻啊，可以闻啊。完蛋了啦，我不知道。为什么没人知道啊？太简单了。哇，我不知道那是知道哎。2、1，随便写。我写注音。哎呀，妹妹看不见，什么都乱。妹妹看图。这个是我的那个。这是什么？靠手腕。哇，好可爱哦！最后改了。计划吗？慢慢的骗我一下是信任。你们到底有没有审片呢？因为看你，我也知道是个家伙。第二题哦。我刚背要闻一下。哇，这我好像知道，这我。但我知道这个。要闻吗？要闻一下。数会不会刷牙的？半个人轻了。3、2、1。对，别暴龙三。哇，就对。耶！直男的座位。哦，植物的海报。其实慢慢也会刷牙，可是慢慢的他的牙刷跟牙膏是一个盒子，对，盒子里面的颜色。蓝色的。那最后一题，因为是魔王题，就是这个题目是唯一一个没有出现在影片里面的题目。好，先传下去。啊、这谁啊？我好像看过这东西。我也有看过。如果在这个答案就确定的话，可以先跟我讲，我会慢慢给你们一些提示。先啊，我要跟对风水，哪一个对象？哪一个对象？等一下。
哇，这个好难哦。那我知道是谁了。先不要给大家看到。好，闭上眼睛，闭上眼睛，因为我怕我会看到。闭眼睛，闭眼睛，先不要张开，不要张开。好，要闭眼睛了。好，眼睛张开，板子不要给大家看到。恭喜第一阶段没有人得分。大家答案都不一样，又没有人得分哦。对上，对上，你对上什么？我对上那个画面是大家的位置出现过人。最后一个提示就是有在喝水吗？那个看那个杯，这个东西是他平常会出现在他的桌上完整的样子。我知道，我知道。可以帮我转一下。谁啊？好，迅速传过去哦，速拿，速拿。我不用看，我小心哦，小心哦。好，你们猜了，猜了，猜了，猜了。好，来，让我数三一吹哨，帮我翻板。好，来，3、2、1。好，恭喜，只有 Royce 答对。谁啊？谁 ？Evan 的。Evan 的。你 Evan 你不是都一口喝了那个吗？他水平就放着啊。他喝泡咖啡的时候用。因为我分数加很多吗？没有，就一分。哎，猜到最后一个。我真的，我很有自信哎，我连接到我一句。连接到什么啊？必有。请帮我回放他连接到画面。对我脑海中的对风水哪一个等一下哪一个最强？直接上对呀！你那个蓝色水杯上面有什么东西？好可怕啊！没有，他闻完之后我知道了。第二关的分数我们先不要公布，因为我们留一点悬念。然后我们只剩下最后一关，一样是斜板的，发下去第三关的道具。还有没有啦？因为讲到不够，传过去四张嘛。对，好。我觉得应该听声音吧。哇，这个好刺激哦！为什么蒙上眼就很刺激啊？辛苦各位，这已经是我们的最后一关游戏。嗯，那我们刚刚透过我们大脑的记忆，还有我们视觉的记忆，来考验对彼此的这个熟识程度。最后一关会让你们蒙眼，然后只能凭嗅觉来判断这五个味道分别是哪一个成员的。完了，好难哦。那我们第一个气味可以上。怎么上？要怎么上？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好。那我你选什么？我跟你有闻到这种吗？还没开始吧？这到底算不算？没有东西了，靠北很白，就有人摸我啊！不是团魂了吗？这个德芝身上的味道很变态，变态吧？超色的，是要追他是不是啊？蛮有可能。我知道，我知道，这个蛮明显的。这个是在这么有一个，那可以拿下来了吗？眼罩可以拿掉了。好，应该是他了。3、2、1。第一位，队友团队。是吗？正确答案是利友的衣服。他得到德意香肠。德意香肠。我刚刚没有。利友是这个吗？利友的名字要出现了。谢谢利友。而且全部人答对，真的好好笑。真的，利友。这个味道。开始了吗？阿妈家的洗衣机。哦，可以过。好，换若一。这有点线索。谁跟阿妈住？还是妈妈长得像阿妈？什么叫妈妈？小叶，阿姨，好，我知道了，答案锁定。来，请帮我写下第二组的答案是3、2、1。这是库米的味道吗？库米的味道。好，下一个答案是我的味道。耶！你们好变态哦！他们坐我旁边，没有啊，没有，每次。好，希望给你机会。不是那个有一点。要晒干的味道，肥皂的味道，对，它有个肥皂味，对。怎么会选 Race 啊？我不知道，我都觉得他家里植物很多，他就衣服没有晒得很干。电话多多问同事了。好，下一题。那请 Andrew 帮我们上最后一个物品。好色哦！它闻到皮味、皮夹味。歪喽！这什么啦？这个味道不是身上的味道啊！你们让我们后面很紧张。OK， 好，这个不是人身上的味道。这该不会鞋子吧？你们拿鞋子的话也是蛮屌的。这味道我一辈子忘不了。好，眼罩可以拿下来喽。好，好，第一颗，第一颗。好难哦。最后一题喽，3、2、1。猜了。你们这次的答案很接近，我觉得一定是男生啊。我原本觉得阿昌是因为我阿昌讲的。阿昌是谁？阿爸，明昌啊，因为我爸的皮鞋在这个仓库不见了。谁会？他们有没有可能拿我爸的皮鞋？那 Rex 呢？我是因为有一种植物的味道，又是植物的草味。好，那我们第五题的正确答案是，就是 Jim 的外套。哇 ，Jim， 耶！恭喜大家完成我们今天的团魂挑战。他的心情也太差了吧？嗅觉一题都没有答对，我答对一题，
Leo。那你们对于你们今天的表现是满意的吗？不满意耶，我现在看到两个猛人。你知道你这样会害我，看到你们我真的要吻你们。对啊，我只对我的鼻子满意。哎，你对了。我错一题啊，是顶唇嘞，我错一题。刚刚突然发现我自己的鼻子，对，其实很强哎，蛮有东西的。好，那我们现在公布这次团魂挑战当中的第一名女的冠军。最后一名喽，只有两位最后一名，那也有可能有我哎、欸，孤单了，不孤单了，第一位是我们的 YY， 耶，谁要跟我一起？应该是我啦，应该是我吧，跟我一起。第二位是我们的 Rio， 扛了。最后一名呢，我觉得我准备了一个小惩罚，小惩罚啦，我穿 Leo 的衣服，就是我们的这个我爱 Video Team 的衣服，请你们，请你们今天穿着上班，直到我们下班。可以，我可以做，还不错，这是奖励吧？其实还不错啦，看大家的分数好不好？因为大家应该会好帅。Rio 跟 YY 是12分，然后大树是13分 ，Roy 14分 ，Zona 15分 ，Roy 18分。耶、yeah! ！哇！我了解大家，我了解大家。真的，哎、欸，你穿这件很好看，谢谢。其实蛮好看的、欸，怎么会那么好看啊？其实蛮好看的，其实蛮好看的。你穿的好紧啊！结束啦！如果你还想看更多跟团魂有关的话题，现在不限学生，只要加入 D 卡就可以找到你跟你讨论喽。D 卡不限制动态，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我想吻大家。哎、欸，歪歪，你还穿着？对啊，他不是说要穿到今天结束，要穿团魂。9:44，你还没下班吗？下班。你穿一整天了，有什么感想？哦、是录影啊、哦、对、哦、那你可以对镜头念一下衣服上的标语 I love video team